好，两边一阵激战，可以看到Welcome to Summoner's Rift. 格雷夫没买装备。好，繁星射了尾鱼一下。我们不启动智能视角，因为智能视角我觉得有的时候有点二啊，我自己来带我觉得比较好一点。不过我们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先玩完这场炉石。好了，看来应该没救了，这个有一视同仁也没救啊。双方军队开始进攻，两边都正常开啊，然后两边都完全不插眼了，感觉就很像，哎呦，这里上路有插一个眼，可以看到尾鱼的那个眼睛开始转，上路有插，这是正确的插法，不过它太早插了，通常上路插这里的话要，两分钟再插，不然就是一分半的时候就要往前插。他插这里的话，没办法侦测到蒙多的波澜，就是蒙多过来的时候，他那个眼睛会正好消掉，就是他看不到。上路一波交换，下路龟口先被 A 了一下。蒙多会反吗？很关键，不会。水都不喝哎、欸，他也不怕对面来反他。奥特曼蜘蛛，下路一波激战，雷夫蹦蹦蹦，两边一阵交换啊，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右边的完全换不赢了。机器人要二等才能换啊，对面一个抢二，完了，这龟狗死要吃命，他死。好，一个空 Q， 第二，哎呦，怎么成啊？龟狗被 Q 到。然后看看小地图，蒙多巨人龙大鬼，哇，这个虚弱交的有点二啊，这个虚弱交的有点二啊，算是白交了。可以看到东海的这个 gank 路线是完全被鳄鱼看到的。所以完全是失败了，也是二啊，我也不意外啦。东海他的江口能力跟我比起来还是有落差的。然后中路九层已经被 A 到歪头了 ，A 到歪头。蒙多这个位置看来是要带伏吗？没有，他也知道蜘蛛在上半部，直接吃三郎了，也不客气。然后下路两边都打得很激烈啊。不过鲁鲁还有一罐水，蓝鹰哥是已经没有水了，然后龟狗死要赚，我觉得他就快死了。光棍闪现都还有，反也是两边的技能只有机器人交了一个虚弱。这个时候中路东海又逛了一下街，不过又被看在眼里，东海完全像个白痴一样抖来抖去。然后东海这个时候这个 gank 很关键，他能不能够？酱油呢？绑到了，一套接的有点慢。哦，一个，也是一个 B 闪。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啊，以下经济来说，蒙多的经济比东海大概多100块。哎呀，这不是可以排位吗？我拉一下，拉一下，看得好不舒服。
好、哦，拉一下，对齐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蒙多一个铁农流啊，基本上是没给你。哇，的经济比东海好了200多块，大家那个经验值的差距啊！你看那个四级一点，四级一杠，这个蒙多已经五级一杠了，真的差一等了。东海只会逛街啊，还在逛，还想 gank， 哇！蒙多来到了上路，感觉鳄鱼被尾鱼压制住了，下路要打了吗？机器人一个扫眼，非常巧妙啊！这时候回狗两把多兰剑，凡是一个多兰剑一个十字镐，装备有所落差。然后东海还在中间，上路上路还有一个 gank， 哇，这个没有 cos 他，哇，没有 cos 他 ，first blood。东海来到了下路，非常刺激的一个 gank， 一个 bat 好像有点成功哦。机器人锤子还虚弱，虚弱交的有点早，虚弱交的有点早。可是这个时候反闪现往回推墙，蜘蛛绑闪，蜘蛛闪绑，两边各种闪现，机器人也闪了，最后是，简直就是完全是失败啊！真的、啊，那个机器人虚弱交的有点早，然后那个蜘蛛也是没有第一时间绑。没办法，江口有落差、啊。看看东海现在还在四等一杠啊，对面的蒙多已经六等了，江口已经差两等了。现在东海就跟个二货一样啊，一直 gank 一直失败，然后对面的蒙多从头到尾一直 gank 一直上路还成功，然后东海从上路又在神游了。神游到中路，神游到蓝 buff， 哦，他还哦，现在红眼啊，哇，这个有点专业。蒙多继续将继续单击，蒙多有点猛哎，单击王哎。蒙多不选择帮西格斯拿蓝哦，直接往下走。然后东海这个时候的语气，不行啊，我等级数太多啦，对面六等，我才四等。这个蓝我不能上，丢神，丢神，没关系啊，你是啊，心里操你的，你的妈妈自己玩的烂，你不让。九成，你不要看他笑笑的、啊，心里想什么没人知道啊，嘴巴上面说没关系啊，心里操你的，你的妈的，对面六的你四的你怪我。啊，这个时候蒙多让了一个蓝，然后东海，啊、我们看一下 CS 吧，上路 CS 还是比较稳的，鳄鱼61，啊，那个雷哥54，然后下路龟狗的 CS 57翻52，然后中路是西格斯66，九神52，蒙多的 CS 已经快是东海两倍了，所以说东海升到六等，从上路走过来，没有眼，想要带服鳄鱼吗？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哦。他走过来这边看了一下蓝，已经九分钟了，怎么还会有蓝呢？这个时候东海还在逛街，东海不停的逛街的时候，下路好像要打起来了，下路没有打起来，上路好像也没有。然后东海又逛了一下街，又去练了四个。这个时候，这蒙多真的很猛哎、欸，从头到尾不 gank 哎、欸，从头到尾就只 gank 一次上路。来了吗，蒙多？蒙多往下走。没有眼的位置被看光光，你看到我又哇，马上退变形，一个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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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哇，这个感觉也没办法，因为机器人什么招数都没有，他一定要帮他一定要锤一下，不然那个格雷夫会挂，格雷夫是说一个地雷，没有，不是轰炸，完全轰炸，就在上面给了，呀哦，那个格雷夫这个伤害。Double lift， 哇 ，Double lift 好猛 ，Double lift 一个闪现光棍，操 ，Double lift 好猛，我格雷夫的什么伤害啊？东海回了一口气，人都出来了，二比二，东海直接上了，九成一个 TP， 原来是九成一个 TP， 一个蜘蛛网空抓，哎、欸，我看到蜘蛛网我们就中了。
bug 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在往蜘蛛网的时候正好有那个墙，你知道吗？蜘蛛网直接穿过那个房子的呀！我还是成功的击杀到了凡九神，一个神奇 TP 啊！人头数领先了，不过经济还落后600块。这个时候九神在中间被断了，他的大姐被断了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。西哥是不停的点他，西哥是不停的点他，九神被 A 到歪头啊！九神现在只能在塔下苟延残喘。所有时间点，尾鱼上路还是一个压制啊。不过 CS 的话就比较没办法。我雷哥，哎呦他这个，哎呦他个主力的真的，哦耶 ，Q 啊，有接吗？点燃了，鳄鱼一定要开大了，鳄鱼必须要开大，鳄鱼一个开大，哟，雷哥隐形了，雷哥隐形到我警戒掉，哟，唰唰唰唰唰，不行啊，这个时候下路鲁鲁也被击杀了，凡被虚弱 ，double lift double lift， 机械看他吗？哦 ，double lift 一个大绝绝，机械一个闪一，然后 double lift 一个大绝，直接把凡轰出场。这个时候准备组织八龙了啊，准备组织小龙了。这个小龙基本上是100%可以吃到的。西格斯在这边抖，他会被勾吗？西格斯，机械往那边，对，那个神啦，完全失败。机器人，哦，这个蜘蛛机器人不掩护，机器人写满了去站在蜘蛛的后面，蜘蛛剩一滴血，机器人写满了却完全不理他。差点蜘蛛就投胎，这个蒙多普天龙，蒙多普天龙，人头数来到了6-2，奇怪了，他们刚刚有那么烂吗？这个时候 double leap 好像被抓到了，没有，雷哥回家直接从一个吸血跟一个长剑变成狂怒九头蛇啊，非常的猛。这个时候中路对面已经先出了一个张杯，好像蒙多好像直接上那个振奋，也是蛮猛的出装法，不出远古系列直接上振奋。东海又在幻想着要 gank 了，结果感应哥提醒他那边有眼，先拔掉了。东海把眼睛拔掉了以后，马上如法炮制的驻扎了进去。他说中路九神往前压，蒙多在中路，蒙多，你看菜刀没丢到，闪现直接闪现，蒙多直接闪现，一个冰墙卡到了，被菜刀丢到，闪现，九神闪现的有点慢，是吧？这个时候蒙多会弹塔，蒙多弹塔了，哇！下路也打起来了，下路没看到情况，不过看来凡叫了光盾，然后露露叫了残线。这九神闪太慢了，真的。我觉得蒙多闪的时候他就要闪啊，他还吃了那个菜刀还闪，稳死啊！下路大夫吧，机器人直接开始给输呀！把一个推墙推了机器人，这时候露露变形的感，变形动海，这时候西哥是大一个大，这时候翻一个抖动，完全不行，完全打不赢。这时候西哥是下来收头，西哥是一个 Q 一，蜘蛛剩一点 ，double 力决定回头兵 ，double 力死掉了以后，西哥是全部被收光光了。你知道这个蜘蛛会不会打一下吗？因为他们没有预期到有西哥是大，西哥是那个大把兵清光了。无脑塔杀送掉了优势。其实我觉得刚那一战没有什么错啊，他们戴夫，我觉得戴夫就是，然后感应哥戴夫也是啊，跟那个安妮什么宝宝、还是什么大奶宝宝一样啊，很喜欢开了苏瑞亚然后去丢弃人的、你开苏瑞亚别人就知道你要干嘛啦，很白痴啊。
刚刚那个西格斯大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，把兵全部清光了，让必须要直接扛塔。其实最主要是他们塔杀的时候，他们没注意到，西格斯跟蒙都下来了，让一波交换下来以后，金钱的领先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，简称蓝队好了，蓝队，然后紫队的话我们就简称白狮大队。这个时候，白狮大队葛雷夫做个暴风，其实下路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。葛雷夫要一打，把凡杰开大了，凡一个打滚，滚往前滚，凡一个打滚，葛雷夫的位移已经用掉了。葛雷夫有闪电光盾，这时候机械怎么了？机械一个闪，这个人把路抄起来了，以后葛雷夫往前蹦蹦蹦，葛雷夫一个空 Q， 但是 R 命中了 ，R 命中了以后，他们要一下机械吗？就入一个魔波，入一个魔波，机械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拉了吗？有一个拉，有一个拉，有一个拉，机械拉。没有拉，你两边各种二啊，那个凡各种乱开大，机器人各种乱闪。机器人移动了，位移了，机器人开加速被推墙。这个时候西格斯同边过来了，一个空 Q， 但是凡往前没有大，没有大都没有大的情况下，中路会打起来吗？中路没有，蒙多在后面。好了，看这一波又是没有交换的交换。就我刚刚是觉得那个机器人太二啦，真的，那个闪钩闪拉本拉到了的话一定可以杀到反的、啊、没拉到这个时候哇塞西格斯大人什么伤害，这个时候蒙多两边一个交换，机器人跟瑟雷西，这个时候鳄鱼好猛，东海也不打算跑了，这个时候蒙多往前路，鳄鱼跟蒙多跟战车一样，鸟被留下来吗？冰鸟被中了菜刀，冰鸟中菜刀，哟！啊，不可能死了。这时候雷克到后面还在不停的丢东西，可是他没发现的是，他已经没大局了，他自己中了个菜刀，还在后面抖，还在后面抖，旁边抖啊 ！Triple kill， 你猜？我看那西格斯大招怎么回事啊？他这西格斯超级肥的、啊，他那一个大雷克直接半条啊！雷克出攻击招，然后那个机器人也是半条就没了，超级痛的。对啊，但麦难道是酒神吗？我看现在蛮像的。虽然说我觉得潜心战犯可能是东海，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垃圾大队里面应该已经在内讧了。哇操，这西格斯也太肥了吧，他妈的大绝一下半条要怎么打？这个时候酒神可能已经成为战犯了，东海瞬间逃过战犯。这个时候怎么了 ？W 怎么了？W 怎么了？完全不动 W， W 怎么操作？黄盾，我操 ，W 怎么操作？哎呦！所以说龟狗那操作很帅啊，可惜还是二啊。这个经济已经拉到快5000了，小龙是不是快出了？我觉得好久都没有龙战了。这个时候九成已经成为一个战犯了。就是说九神已经成为一个战犯了，因为这场对面的西格斯太猛了，对面凡被下路压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凡绝对不会是成为影响力。那刚刚鳄鱼才刚拿 Triple Q 而已嘛，就是他在拿 Triple Q 前面的时候他也没什么影响力啊。看来九神要成为战犯了吗？九神不会玩冰鸟不要选好不好，尾鱼要来吗？柔性劝导。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装备好了，雷哥出了一个负极斗篷，一下半条我不用出我吧，啊，这个洞做到了 ，W 往后移，可他已经没有光盾跟闪现了，他被虚弱 ，W 直接往前走，他应该叫改运哥放生吗？对，改运哥坚决不放生他，就是说改运哥给他一套非常的痛，一个虚弱被魔波解开，改运哥一套完以后，他也完全没有伤害，把一个打滚再打滚，我觉得那机器人伤害其实蛮猛的，他差点把凡秒掉了，机器人的伤害，龟狗啊上路。蒙多啊，雷哥开大了，蒙多一个 TP 吗？九神 TP 一个没有塔没有血的塔，有时候九神一个 W 不错，这个关的不错，一直做，可他们完全没有伤害。不不不，哇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哇操嘞，冰鸟剩下他妈的30滴血是怎样？30滴血，这时候上路一波回战，你又
完全被压着打，对面势如破竹啊！这时候改运哥上来支援的，可是完全没有用，一个 support 而已，一个 support 一个，忽然间他在这边干嘛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断了吗？怎么了？哦，20分了，一个20FF 啊！投降了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就已，你们打完了？还没啊？那我卡住了。电脑坏了，电脑坏了吧？他们吃很快哦。哦，跳切克斯，跳切克斯，东海要被秒了啊！别说了，我要被秒了。还没跳西格斯，西格斯就上来跳我啦！因为刚刚这边三只怎么样？我跳不过，我不能过去抓。啊，好。好，我们重新 reloading 一次。还好我在电脑跑得不错啊，非常快就跑到70、80、90了，非常快就 reloading 完了。好，我们 reloading 完以后重新回到战场上，这个时候我们已经 delay 了大概两分钟的战场了。不过这个时候上路的塔先看一下情况。忽然间一阵大lag，然后读不进去是怎样？我的指标已经变成读进去的指标了，可是。哦，一阵交换，一阵交换，一阵交换啊！原来是一阵交换。我们刚刚断线的时候是20分钟50秒，现在是1分半钟，有一阵交换，两边互有交换啊。两边互有交换。我们可以看到西格斯已经2000大庄了啊，冰鸟就有个时光之杖，所以说那他们的伤害是差非常多啊。好，这个西格斯现在已经开始 Bomberman 了，然后坦柱也是啊，可以看到蒙多，蒙多已经蓝盾跟振奋了，这个蜘蛛只有亡灵战魂面具跟个亡魂斗，是差很多啊，不管是坦度还是输出都有差，所以这个时候只能靠雷格抓后排了。两边一阵激战，蒙多直接丢菜刀，看到有蓝 buff， 蒙多直接坦过来了。这个时候，雷哥选择回家，对面五个人都在这里。冰鸟一个 poke 打蒙多，几乎是完全不会控血。这个炸弹魔在旁边各种喷技能，炸弹魔在旁边各种喷技能。这个蓝 buff 看来是要放啊，蓝 buff 放了以后，小龙看来是一波激战啊。小龙一波之战的话，西格斯现在这边 poke， 这个时候小龙被吃了以后，东海直接追过去，东海追过 QQ， 哇，这个啊没有上掉，东海这个冰鸟真的是一滴血了，蒙多直接闪现上去，鳄鱼好凶，鳄鱼跟战车一样，九神这边打成鸟蛋的，九神这边打成鸟蛋的，这时候摆在中间各种切入，九神会死吗？九神。东海先死了，九神会死吗？九神完全一面倒啊！尾鱼在旁边后面打酱油，各种偷渡啊！这个完全一面倒。那蒙多跟鳄鱼就是战神呐、啊！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格雷夫在干嘛？啊，格雷夫回家了。你别说了，九神直接被打成蛋花，东海一下就剩一滴血了。尾鱼最后上去送，改运哥也是各种鞠躬尽瘁啊，还是龟狗聪明的、啊，没血就直接回家了。所以那些二货玩，没得打啦，都差1万，不差1万还好啊，
重点是对面输出肥了，弹也肥了。这边那雷哥也不弹，也没伤害，反正就让面倒了，可以 FF 了。这种就是才杀七个头而已，可是已经没得打。这个时候鳄鱼被留了下来 ，Double Lift W 反鳄鱼，哦反往前滚，反啊这一空啊，飞狗这个大，这个时候啊好猛。哦，这时候雷哥兵鸟都过来了，海云哥往前一个送头，哦，然后这一边是东海抓到了西格斯，给西格斯了一套，东海会上吊吗？东海一个上吊飞过去一个 Q， 西格斯反头一 Q， 东海继续往前冲，不变成心态，不变成心态，直接开了光盾，不变心态，收头了，奇迹式的收头啊，东海奇迹式的 double kill， 奇迹式的 double kill。也说了，这蜘蛛其实一套下去，西格斯受不了。话说雷哥刚刚有开大，妈的，大死！哇！好，两波一波交换经济，然后看到7000块。反怎么了？不对，九成怎么了？那反怎么射三进就爆了？九成成为战犯了吗？战犯转移之术，蜘蛛直接绑到，可是完全是蜘蛛一个闪现的机器人拉过去，看来机器人要死成局了。一个舍身取义以后，对面直接直推中路了。有时候 double link 一个人也难以防守， double link 一个人难以防守的情况下，蜘蛛在上面也是打酱油，雷哥更是不敢进来。中塔直接就这样子放掉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战也没有什么，就是被单抓，单抓抓一抓就没了。反怎么了？反怎么了？反这样都没死哎、欸！那反应该站在前面，这些人也拉不到，蜘蛛也绑不到。啊，是一面倒啊！好了，基本上这场已经 GG 了。欸，话说
哦。我刚才想说，贾英哥他有拿出忍者巨组，其实对面没有什么伤害的，因为破基本上还是鳄鱼蹲在这里，鳄鱼基本上可以一个打五个啦。贾英哥被菜刀丢到，贾英哥就需要一发直接闪现，这时候 W 直接开大了。打魔力，谁啊？你想被射一箭，扣七八百滴啊！龙多直接撸塔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龙多直接撸死了，然后雷哥在这边看戏。雷哥站在这里干嘛？雷哥，尾鱼在那边，没救了啦！这雷哥那飞龙怎么样？对面在吃八龙，东海会一个神偷吗？好，以他的位置看来可以。他眼了，雷哥，他眼了。你说东海往前走，来不及了，已经吃掉了八龙。雷哥进去，这个完全一面倒啊！鳄鱼完全不会扣血啊！鳄鱼好猛哦！哇，鳄鱼好猛哦！哇，鳄鱼开了一台坦克车出来，哦呦，鳄鱼。投降！这是啊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昙花之王也是一个 Windows， 没有，我要先讲一下我的评论，知道吗？反正碳饭基本上八九不离十是九神了。好，我看一下，终于看开回复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被打爆啊？跟你讲，碳饭绝对不是我。别吵，我觉得你后面也蛮酱油的、啊，在后面各种抢。往下看，对面蒙多跟那个。鳄鱼，我是要怎么挑后排、欸？而且还有只露露。我感觉你要出攻击装，你就出到底啦，你这样至少还可以抓掉烦。你应该就不要出坦啦、啊，什么振奋什么都浮云、啊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抓掉烦的、啊，因为你要知道我跳过去露露大，然后我就飞起来，然后你就知道了。游戏好难玩啊，输出全在这个。别吵，我来排积分啦，我来撞你一下。啊，我哪撞得到你？又不是你叫尾鱼，跟你讲话，你叫尾鱼哦。哦，哎，尾鱼他老爸。说尾鱼跟统神双排是会撞到龟狗吗？尾鱼那么低分哪会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差不多吧，我估计我到精英大概也是十场左右而已吧。十场左右，你现在几分？55分呢、欸，吼，连输两场，不就三四场就 BO 了，再两场就上了。两场 BO， 然后两场赚一。哪有啊？还要在12场之中？啊，你这个低能连跳阶都不会跳，你跟我说你要打十场就有了。他转五转跳转四，然后再跳转三，再跳转二啊、哦。对啊，刚我转五转三转一。他不是好像12还13连胜啊？我转五转三转一各种。我是转五转三转二转一。哎、欸，好啊，我先睡了，你们继续追啊。现在关台了。睡了。嗯，我要关台了。好、啊，拜拜。睡完小夜就睡。唉，这个是这包好啦，我去休息了。啊，早点睡吧，3点多了。